到这边了，到东北仓库了。这个成立了，咱们这个车队专门为武汉的产妇送医生产提供紧急救援服务。用病区的阿姨在打扫卫生，把患者的厕所打扫一下。来这儿怕不怕？不怕。紧急动员起来，通过多渠道采购到这些设备和物资。我们一般都是凌晨4点起来的，正好吧，两个小时的晚，正好进那我武汉来面去供应新鲜的蔬菜味了。 了解到，咱们这里的医护人员很难吃上热饭热菜，我就跟我总经理一起带上我们的团队来到武汉这个地方。我一路都是在车上吃住这4-5天都是在车上的。其实还有更多像我这样在一线工作的一线的人。 包括这些志愿者也好，他们有更多的比我更累的。